年慢慢过去了，热情不能散场，火星情报员在这儿给难得的假期添一把火，让快乐燃起来。当然了，这把火就是电影，就让我们看看哪些电影能够让火烧得更旺吧。一起来看看本周院线话题榜的前三名。话题榜第三位，我的诗篇。大鱼大肉吃惯了，清新开胃小菜是不错的解腻之选，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这部取材于底层大众又迎合主流的微型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。清淡爽口的贺岁是有些素，但是绝对的养生，健康的标准是一种情怀。《我的诗篇》就用它的人文情怀告诉了我们剧组的方法：荒洞尽头，内心深处，归乡途中，洞房花烛，六篇诗歌，六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六个平凡的世界，全篇都在666。我的诗篇用完整的镜头记录下这封写给世界的情书。大年初一来一次约会吧。话题榜第二位，健忘村。大家的新年愿望是2017年旺旺旺，也借着这股旺劲儿，健忘村忘了。影帝王千源携手女神舒淇，更有搞笑巨人曾志伟的媚态而不输。不过新年多饕餮的贺岁档要的不仅仅是演员阵容豪华，搞笑也是认真的。影帝能不能成为喜剧学院精英现在还不好说，烧脑的预告一出也是让人期待感爆棚。从笑到惊的节奏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，上演了一把极幻拳。一直都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没有烦恼，这个童话究竟是桃花源还是恶人谷，女神又该何去何从，如此话题度满满，我们敬请期待。这是什么村子啊。话题榜第一位，功夫瑜伽。迪拜鲜肉飙豪车，印度雄狮老帅哥，无论从精良的制作还是强大的演员阵容，功夫瑜伽都是一份高调的新年豪礼相赠。既有大哥率领的曾志伟、张国立等年过半百依旧合力发作的老戏骨，又有李治廷、张艺兴胡渣肌肉的强势插入。围观迪拜几十部豪车连环撞击，中国男子汉玩坏自信的印度阿三，屏幕前的你绝对可以得到强大慰藉。一盒杜氏气球的价格就可以看到印度的神秘、冰岛的美丽、迪拜的奢靡，想想这性价比也是硬的不行。狮子和猎狗谁更强，兰博基尼和法拉利谁更快，印度神油到底有没有用啊。大年初一功夫瑜伽坐着等你。过年嘛，咱们不玩一把，网络大电影也是攒足了元气等着大家。下面就欣赏一下话题榜网络大电影的前三名。话题榜第三位，全日制。热血高校的风靡可谓是名扬天下，多少年轻人受其影响，在校服衣领竖起的一瞬间化为英雄豪杰。而同样因此，校园暴力一直也是困扰教育部和社会的严重问题。全日制恰巧取其精华，去其残渣，将励志与反暴力做到淋漓尽致。虽然全篇服饰略微淘宝69元包邮风和夸张的格斗动作让人不禁笑其装逼，但俗话说得好，一日装逼到底是洗脑乐不作为。强不代表学生强。逐渐变快的节奏感和起伏性，加之奋斗中带着泪点的哈韩剧情，让这部不学习也有好成绩、格斗场不分男女的高校格斗大电影，看得小编是意犹未尽、荷尔蒙飙升，忍不住乱发型、摔杯子的冲动。毕竟当年的我们都有一个做英雄的梦。话题榜第二位，总有刁民想害朕。全篇满满周星驰式的搞笑，男女比例5:2，基友情侣老爷伴，你发美卷你见人，褪去女装穿龙袍，翅膀无命没往明死。科学怪杰张庆博士给地研发一款覆盖面积20米的寡人不死辅警移动 WiFi。 如花皇帝将 WiFi 设置成仅自己可用，网瘾中年大皇子期盼网络一等30年，校服一年备一件，怎知以往续命的如花皇帝就是不死。大皇子联络民间黑客刁小龙开始坑爹，偷压的 WiFi 断压的网，在这场 WiFi 攻守战中，山寨 WiFi 没公公跟宝，乌龙的开始了击鼓传花之地，被人看被人摸，飞向匾额上城锅。这部不按套路出牌宫斗戏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有机人翻墙越户，除了没公公不能和跟宝团圆，大家都很累。话题榜第一位，赚够1000万。号称大佛落小庙的赚够1000万遇到了贺岁档，作为一份过年大礼包也是蛮不错的。小目标都1亿的现在，1000万是不是有点少了？赚够1000万搭档着小目标，妥妥的来了一场黄粱梦，知足常乐吧兄台。
没有名气却有实力的演员遇上从头到尾都摸着良心的制作，想想就觉得是一场完美的邂逅。都说赚钱最耗费脑细胞，全程看似无脑的疯狂，究竟是主角的狗屎运，还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？这些疑问只能等着兄台去做一回名侦探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热榜内容，更多院线和网络大电影资讯请关注火星电影情报站。